昨天我们学了哪些生词？我们念了是把生词的点啥嘞？第一个是，这是什么？附近，附不知。近，你那嘛对吧？附近，那哎你那嘛算不了表嘛嘞？就那哎你那嘛，我家的附近。我家的附近，当然你那嘛。学校的附近。学校的附近，对了，附近嘴你那嘛。好，下一个是什么？下一个是什么？沿海。啊，沿海，并来甘悠然的笑有人。沿海，甘悠然的笑，沿海。好，然后是什么？比较。对了，比较好，比较怎么样？比较多利率表的比较好，下一个是，我比较沙龙。沙龙龙脊有表啦，沙龙沙龙，好的，下一个，下一个是什么？采矿，采矿。对，采矿，好的，下一个是，著名，著名，南美作家嘞，好，然后是贸易，贸易，工作也有标嘞，贸易，好的，看一下，来，特别拍几枚附近。附近，沙龙，比较。沙龙，采矿，采著名，矿，民采矿，族，著名贸易，著名贸易，好的，可以了吗？他那里亚姆拉，老师听写音吗？需要背一下吗？看他接不录了。OK，三分钟。好的，开始。第一个是沙龙，沙龙。写好了，写好了，沙龙。OK，那我们来核对一下答案，对吗？拼音也写一下。沙龙，沙龙好了，下一个是附近，附近。附近，老师，附近。好了，拼音也写一下呢。写好了。写好了，好，那我们来核对一下答案。附近，下一个是贸易。贸易，那就写好了。贸易工作也有标的啊，贸易。贸易都写好了，好了，贸易。
那我们来核对一下答案，贸易。好的，下一个是沿海。沿海，好了，好了，沿海。嗯，沿海，都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，好，沿海好了，下一个是采矿。采矿，好了，采矿，好了，老师，采矿，嗯。好的，都好了是吗？嗯。OK， 那我们来核对一下答案，采矿。采矿，好，然后是比较。好了，比较。嗯，比较。OK， 比较。比较。嗯，好了，下一个是著名。著名。著名，看一下，对吗？对的。对。好的，
那我们继续往后看，老师，那我再给你讲。26。好，老师问你们回答：若开组的住房是怎样的？高数是用木头建成的高脚房。若开以什么为生？主要以木自住于沿海地区，日夜合方，纺织手工业也比较发达。大家一起读的，还是有李静和洪丽蕾在读呢？若开有什么特产？沙龙十分著名。若开沙龙十分著名。好的。上主居住在哪里？上主居住在上班。上班。好，善族以什么为生？善族上梦族一样，主要主要一样也，其他还有方石材矿，文字材矿。好，来，老师让首先 P 丽丽这边说几句啊，跟老师读。大多是用木竹建成的高脚房。多数是用木竹建成的高脚房。主要以农业为生，又由于居住于沿海地区，渔业也很发达。纺织手工业也比较发达，主要以农业为生，又由于居住于沿海地区，渔业也很发达，纺织手工业也比较发达。绕开沙龙十分著名。绕开沙龙十分著名。善族居住在上班。善族居住在上班。像孟族、缅族一样，善族以农业为生，其他还有纺织、采矿。像孟族、主要以农业为生，其他还有纺织、采矿。其他还有纺织、采矿。好的，可以了。来，这些古老师如，题目一遍，答案三遍，抄一下好吗？然后把数学书本拿出来，数学扫帚吧。我们到43页。老师拿好了，这是第几页？
浴室的月。站到浴室上的月。好，坐一坐，吉吉啊啊！快点吧，我干嘛了呀？把表来。穿着针，穿一件衣。这是我的一块手帕。嗯。快点来。这是我的一块手帕，用90千米剪的剪带，绸带，绸带能为一能一圈吗？一圈吗 ？OK， 这是我的一块手帕，大家爱爷爷的手帕里吧嘞，手帕就是说。勒盖摩啊，大家爱也勒盖摩里吧的，用90厘米长的绸缎，90厘米细的绸缎呢，所以呢，能，绸缎能转一圈吗？转一圈是咯，得办哪门啦的，得办哪门啦的。好的，来，我们来算一下，那里已经估吧哦。到底嘛估没？老师在跑第二吗？第一，坐一坐，第一。好，这样抄一下。抄完了，老师。抄好了，那老师，好，还没好，那就等一等。等老师。嗯。老师写好了。老师还没好。我们在前面也学过，一分米有多少厘米，还记得吗？
一分米有多少厘米啊？一分米。十。十。嗯哼，十厘米吧。有十厘米。那么手帕的边，老师标记没？有多少厘米？边有多少厘米呀？2厘米，2分米。2分米，二分米就是说20厘米。20厘米。好的，那我们就说手帕的边长。啊，不，周长，手帕的周长，我们要算这个。好，手帕的周长，所以老师说20厘米，不能哈帮忙嘞。加几次呀？有几个边不能呼吸啊？肉。这个20乘以4，啊，是的。啊，20乘以4也可以，然后是20加20加。李卡西亚，你是不是？80厘米。嗯，那多少厘米呀？啊，80。80厘米。那么老师，90厘米长的绸缎能围一圈吗？能围一圈吗？对，能啊，那我们写一下啊，90厘米。长的绸带能围一圈。好，在这里我们写一下生词。我们第二次弄了一枚生词。等一下，手帕。那个马六标的手帕。好，然后是绸带。又标啥？数学的生词。绸带。好，第三十。唯一什么？这个的生词。对对对对。然后是生词里加上面，然后围一圈。老师，打字好了。我好了吗？好了。没。好，下一个第二。读一下吧，用二个边角为1厘米的方形，用二个边角为1厘米的这方形，并成一个正方形，这个正方形的周长是多少？周长是多少？来，我们来算一下。先抄一下。用二个边长为1厘米的正方形，拼成个长方形。这个长方形的周长是多少？
这个是一厘米，对吧？对。它是一厘米长的正方形，所以这个也是一厘米，两个一厘米长的正方形两个在一起就变成了长方形，看见吗？那么周长是多少？那我们来算一下，长方形的周长，好，那加哪些呢？它的边长，老师说边长你要共同加吗？边长，这个边是多少呀？四边，一厘米，一。这个边，长方形的边，一厘米，哎，四边是的嘞，对，这个边长是多少？哦，四边，嗯，这个、边长是多少？四边，哎，什么叫做四边？对，我这有四边嘞。边长比边也是呀，不老嘞。边长是多少？二厘米。好，这个边长是多少？一厘米。那这个边长是多少？二厘米。最后这个边长是多少？一厘米。对，老师说你八厘哪有路径呢？八厘哪有路径呢？而且你好断嘛。好，那么他说是。二厘米是吗？刚刚你们说二厘米、一厘米、二厘米、一厘米，不是那样吗？对，一加一加二加一加。对，那个要算一下。七厘米。六厘米。七厘米不是。六厘米。哎呀，六厘米，好，那他要的是长方形的周长，对吗？那就长方形的周长是六厘米。嗯，老师写好了。嗯，好的，来，老师练习十，估计没练习十。第一，先量一量，再算出下面的图形的周长。好，先说一下图形，第一个图形是什么？长方形。长方形，华生好，第一个图形是什么？长方形。好，第二个图形是？长方形。第二个图形是？第二个图形是？正方形。正方形。第三个图形是？安是四边是开。啊，平行，平行四边形。第三个是什么？平行四边形。来了，所以老师，长方形也周长的，看没？我们，你们有尺子吗？白马背哪里去了？有。那这个去哪里？有。来，第一。六块美，然后是长方形的周长，对呀，边你有带几角？老师说写的边我也带嘛，多少？有多少厘米？厘米的带没？有多少厘米？
三厘米。好的，那另外一个边，拿着裤袜哦。嗯，裤二厘米。好，那老师边的呀，嘟嘟歪走了，下一个边应该是三厘米，对吗？2厘米。好，全部都在一起的话是多少呀？十厘米。我写好了。OK， 写一下吧。好了，好，下一个正方形的周长，正方形是周长，老师边啊不老师呀嘞？2厘米。那全部都是二厘米对吧？因为是正方形，主编说那就2+2+2+2，那多少？八。8厘米。8厘米。OK， 写一下8厘米。啊，这写好了8厘米。好，那么继续算平行四边形的周长。好，平行四边形的周长，好了的话我们连一下啊。好，平行四边形的周长，我老师都想要连一下。下面的边是多长？2厘米。好，那个斜斜的 zoning 片的边是多长？2厘米。2厘米。那全部都是二，对吗？对。那么厘米多少？八厘米。26厘米，答案是。啊？加起来全部的。加起来才是8厘米，不是吗？我觉得是10+8+8。OK， 好，第二是世界地图的周长，世界地图也不要朋友，老师都单讲。好，边长，我们长的一方是多少？世界地图。
八加多少？八加五加八加五。嗯。五加二十六厘米。八加五 ，OK， 那就二十六厘米。二十六厘米，算好了。还没好。是不能？你穿那小服吗？好了。可以，来，那么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吧，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了。然后老师如那个什么师弟的那是阿布鱼他们，然后今天的作业，好，大家再见，再见。